水啦，湖面水那个都可以扫啊。走。来了，升上去了，你要杀死我，你要慢下时间打死我。Focus。你学会杀了，再次要压一点感觉。哇，你这样做杀球，我感觉你在做一个这样没有意思的，杀球就这样打死了。吊球 normal 啊，好啊，吊球 normal， 吊一支偏外 ，normal 直就好了。来，杀球这样态度。对了，啊，杀了要可以，就是增加，X 拉自己回来，注意力。手拿起来，放啊！手和脚要一直有这样，放在那种直角随便。喝水一下，放边。
为了拿这么高，就是拿更高。前往做不过那很累吗？就是做错东西了。哪里有累？你这边就好大了，你喜欢那边大球吗？